今天会不会有结论？不管是柯侯配或是侯柯配，谢谢。我先回答第一个，今天的会议刚刚已经讲了，不设任何的前提嘛。那第二个，我们主要是要讨论民调跟辩论的方式，所以他不会在今天就有这个结论，因为你要比完才知道。我非常同意黄总刚才的讲法哈，因为今天我们本来就是会前会，我们针对一些将来要会谈的主题啊，交换意见。我想团结台湾联合政府是柯文哲主席的主张，这个主张我们提出来很久了，而且这次我们想的不是个人或政党的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体增加的解放。双方可能在政党里面都有自己的压力，还有自己的立场。我们也希望不管有什么状况，我们今天抱着柯文哲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心存善念，尽力而为，也就是我们会抱持最大的善意，还有最大的弹性，来达成我们尽量能够商讨出一个大家都可以对于国人同胞还有我们自己双方的支持者都可以接受理解的结果。当然相信数字，相信科学，这是台湾民众党一贯的立场。也就是说在野的合作，它不只是两个政党而已，而是要整合台湾民众最大的期待。台湾有65%的民众希望政党轮替，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非常的重大。我们今天不是来聊天，也不是来大拜拜，我们希望真的能够回应台湾这样广大多数的民意。另外我们也希望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所以我们会尽量的争取时效，不会浪费时间，因为接下去的学务的时程都非常的紧，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大家都不会浪费时间，也不会故意的拖延。最后台湾民众党有三个原则，在会前我都已经跟今天执行长做过说明，公开透明、公共辩论还有公正的民调，是我们台湾民众党从之前到现在，也就是从10月初开始我们就提出的方案。因为蓝白合的声量已经从大半年了，但是没有个具体的方法，所以既然如此，所以台湾民众党提出了具体的方法。那这个方法提出来之后也得到国民党的善意的回应，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今天我们的会议一定会有会议记录，而且一定会上网公告。那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国民党的代表一起来讨论将来的在野整合的方案。我们希望这一场的选举不是一场零和的游戏，我们希望未来多年后大家想到这一天，你我都不会后悔。谢谢。蓝白阵营他们要有一个算整合的一个会前会，你怎么看在野在谈整合的部分？那您是不是也认为说有做好这样是一对一的一个对战的一个准备？谢谢。是，对在野党的活动我们是不便评论啦，不过每一场选举通通都一样，输赢决定最大的关键是在自己。跟林国庆见面，然后明天要谈蓝白合，是不是一进入这个在野整合阶段，会不会担心呢？由这个坚持辩论跟民调的主战派进行会前的这个谈判，可能会让破局的可能性变大。我一直走来都希望团结的在野的所有的力量，不管是哪一个党籍，甚至无党无派，大家都可当团结起来做会，下架贪腐无能的民进党，让政党轮替。
希望有一个清廉有效力维护两岸和平的领导人领导的总统。现在每天都被国民党擒了要这个蓝白合，那阿北您提出要做民调啊，他们又不愿意，整天说自己家大业大泱泱大党，那选举是票多的赢啊。那所以其实我是希望您义无反顾拼一次，与其和倒不如看情况，也不一定要和，因为我支持您选到底。我的问题就是说，有一定要和吗？非和不可吗？谢谢。其实是这样的哦，刚才那个是这样的哦，台湾有 35% 人当然是支持赖清德的，可是有 65% 人是反对那个民进党继续执政的，所以是这样的哦。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内阁制的国家，这个都不是问题的。那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内阁制的国家，而且还有一点呢哦，我们的总统选制哦，也不像法国，法国是选出来以后哦，如果没有人单独过半，就要由选票最高的两个再投第二轮，要确定有一个人是过半以后，他代表一个过半的民意才当总统。我们台湾不是嘛？哦，如果是三族选哦，应该有可能当选的只有38%，四族的人选哦，恐怕真的会掉到35%以下。所以这如果只有35%以下的人支持哦，那就变成少数去统治多数，这的确是个问题的。那不过是这样的哦，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在思考，你知道哦。所以一开始就说。那比赛要比赛规则嘛，民众党是可以跟大家合作。那今天是这样的哦，所谓的蓝白合的问题就是说啊，不然你讲嘛，总要有个比赛规则嘛。你国民党不可以说我没有比赛规则，但是我要合，那奇怪，那我这一回事了吧？啊，不然你国民党你自己讲，你要怎么？哎，他们从来不提出比赛规则。我说我好，你说你不提出，那我提出比民调。赢的人当政，输的人哦就不要，输的人可以自己选那个推荐副总统啊，然后再由这个这赢的人哦来考综合考量哦，对这个选举是不是赢的机会最大，这是听起来就比较合理的一个比赛规则嘛。如果你国民党不同意啊，不然你讲啊，你要怎么比赛啊？你今天拿我说我不要比民调，我要当政的，我什么那你干脆说你给鬼话绑你得了呢？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哦，民众党哦可以跟每个人合作，民众党只希望说有一个公平的对待啊，这样就好了哦啊。但是，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哦，大家会开始思考说怎么去做出对台湾人民最好的决定。